你是不是指的是雷老虎？喂 ，OK， 就一家有三个人长得漂亮的不得了，这很难啊，很难。嗯、对啊，像你们家里一定，比如说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帅，然后另外可能就还好，比较挑剔的。那我们家谁还好？当然是我。OK， 来，首先第一组三姐妹欢迎出场，欢迎。欢迎哇！是什么偶像团体？对啊，团哎，感觉很有梦。哦，来来来，都很高哎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大姐，二姐在哪？二姐贴纸掉。二姐的太立体了。哦，二姐，你要不要贴这地址？哎，你是平常是喜欢贴这边的？对啊，我觉得你贴错地方。没事没事，互相差几岁？我们最大差六岁。我跟他差六岁哦，但是他常被现在已经他晋升为常被认为是大姐。对，你们俩差六岁真看不出来，真的。我真的，你这样子讲是我要难过还是他要开心？对，没有，因为你是年轻啊，就表达看起来很年轻啊。哦，对对对，都看起来都很年轻的意思啦。小费给他2000了，对对。那通常这样会给小费了。你们这是什么团体？那你给谁团体？我刚差40岁。40岁，哪来差2岁？对啊，哦，可以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有一些人，就是虽然是姐妹或兄弟，其实之间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的紧密。对，其实这部分，我们想从小到大都还蛮被羡慕的，都会说我们三个感情怎么都一直都那么好。对，可能没有住在一起也是可以这样。大姐真的会比较照顾你们两个吗？其实是事实上是会。因为不一定的哦，有时候没有回答，有时候大姐会比较迷糊，需要妹妹他们来帮助。我们三个应该说，方向都不一样，就是对，在工作上可能是大姐她会扛比较多责任，然后生活上可能会是我扛比较多责任，然后我们在家庭沟通上可能二姐会扛比较多责任。哦，会分担啊，就是有个窗口啦，是乔氏情人，为是为是，然后这家长平台，仆人，仆人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你们试一下，比如说不管恋爱也好啊，或者是惹祸也好啊，大家互相 cover， 会啊，会啊，大姐 cover 他们什么？我比较常 cover 他们，其实我还好哎，我都是要他们 cover 的，比如说喝醉在外面啊，请他们打电话给另外一半，或者是让家人知道这样子。你的另外一半干嘛？出事了这样？就是意思就是说啊，在旁边睡着了。哦，假装你没出去啦，是不是？假装我对在家。对啊，在家里啊。cover， cover 当当。像之前有一次跟男朋友不知道怎样吧。我就跟我妹被我爸妈在，就很想讲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不能讲她的名字，也不能讲是姐姐的事，然后我们就决定大声的聊，然后就是她的名字 MICU， 我们就一直叫她 Michael， 所以她到现在就是现在就叫她 Michael， 好，像他们打来都要很在地，好像跟兄弟讲话这样，哎 Michael 啊，都讲哈，妈妈哈，啊，我得接，可以，拜拜 ，pass。所以你跟爸妈不好？我跟家人可能很早就离开，跟他们比较没那么亲。不，他们讲的好像他们离开一样。我是说我比较早，别老说离开家里的，独立在家里，比较早独立在外面。哦，对。大姐会带妹妹去男模会馆放松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 over。大姐做得很好哎。我是从念书到一路工作，我是不上夜店的人，我是非常乖，非常乖。为什么不上夜店？但是他都撇清其他两个啊，但是他都去弹男模的那个 piano bar 啦，酒店他都去。酒店我听以前就是弹琴嘛，弹琴，然后去唱，就是比方说你来，我就要弹给你唱这样。对，我出入的比较复杂，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不会。然后因为我真的心情太差了，就是他们就很贴心，就带我去喝酒。然后因为我平常都有健身，所以我也不太喝酒。我那一天就喝一喝挂点，然后他们又续托，就去了一个男模会馆。在男模会馆不是，是我隔天醒来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男模长怎样，完全不记得。但是我们去还很贴心哦，他带我们去，但我也其实也很醉了。然后去到现场呢，还跟他还请那个男模说：“来，小费给你，等一下好好照顾我妹，她失恋，好好照顾她。”然后他在那边哭啊，乱七八糟，就跟。后来那个男模一直联络他，他也不知道谁。对啊，诈骗集团这样。我到后来我有知道是他了，我们现在还真的是朋友。
对，真的是朋友，变朋友，真的去消费，因为他年他太年轻了，哦，对，就是那种奶狗奶狗型的，奶狗奶狗型。不是，我想知道南木会馆是在里面是唱歌。其实他会陪你们玩游戏啊，玩骰子啊，玩游戏，对啊，会管我玩谁的骰子，我懂我懂，自己没去过，像牛各自的，各自没去过，有点像牛栏 ，Rolando 那种店 ，Rolando 的概念吗？对 ，Rolando 那种店，对对对，其实就是只是他换一个词吧，就好听，对。以前我们是叫 Friday， Friday， 对，星期五，嗯，然后后来才改南模会馆。你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啊？我去过弗莱德啊，你有去上班？你上班吗？对，他去那边切水果盘的啦。所以你这个就浅了。什么叫切水果？在那边是剥水果给你吃，哎，连葡萄都帮你剥好一样，发挥身体。哎，人体寿司。小妹，你遇过渣男？是我们都遇过啊，多渣，我们都遇过。多渣渣男，谁？哎，你们三个谁碰到渣男的几率最高？就你嘛。对，我19岁开始养小狼狗。哇啊！哇塞，你很慷慨哦。那我们应该早点遇到你。其实每个人看到都想，真的，看到都说不想努力。是不是因为你很独立？你觉得我老娘就是赚得起，就是 OK， 经营能力很 OK， 就可以负担。你可以讲小牛可以赚得起吗？我这才几岁就老娘了，就他的心态就觉得我自己一个很 OK 嘛，对啊。可是好像是，可是男生跟你就是比如说让你养，你不会觉得怪怪的吗？其实我自己后面才知道说，其实是在养他们。后面自己才知道说，原来我花那么多钱在男人身上，因为我会觉得没差，就是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付。啊，你要什么？买。啊，那你遇到渣是多渣？渣哦，就是会推啊，会骂啊。推，啊，要动手，动手，那不行。对，而且这种事情不能要零容忍，因为有一次以后就会开始。我以为我跟他打就。他就不会有第二次哦。你跟他打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就不能不还手那种，打来打去。但是如果说我觉得，如果一个男人会对女人动手，那这个男人其实也不用要。嗯，我们另一个女生打我们，我们都不会还手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当然了，我信。不是，不能围殴啊，不能无缘无故打，神经病啊，打路上被打。什么？不是，你说的。唐哥那种打是都哎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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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。早说嘛，早说嘛。打别的了，我是做派哦，超派。然后而且哦，刚刚他们家过去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动。而且你还往后退，你说废物。你不是也有类似经验吗？你也有遇过这样的？我跟你讲，我姐之前也是 over， 她是一整个抽屉，而且还是那种高的抽屉，不是那种扁扁的工作抽屉哦，高的抽屉里面放一叠钱，然后让人家自己拿。桥本没有这个，两天去你家吃饭。对啊，但是自从那次之后，他再也不放抽屉这件事情，他就选择把剩下的钱都花掉。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三位都蛮开朗，好，然后那个个性也很好相处。可是对于感情这件事情，怎么会这么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？可是姐妹就要帮他了吧？如果他遇到那个渣男，你没有帮他们吗？对，其实我们有遇过，其实有遇过真的帮，有遇过刚刚第一次真的帮，有遇过我帮他，真的就是帮他，我开车载着他，然后直接冲去那个渣男家，对，他说叫他出来。对，然后他爸妈也出来。他是做多恶劣的事情，对，你们会记成这样，真的蛮恶劣的。因为比起来，就是因为你们都遇过渣男，那如果能让你们这么气愤，可见这是渣男中的渣男。不是，他那个已经不算渣男，不要随便侮辱渣男。对，渣男是还有条件，渣男是不要随便侮辱，是有套路的。有渣男，他也对啦，但你说那个是很严重的，那种叫做甘蔗男。哦，甘蔗男。就是他不敢承认自己做的是很瞎哦，就是不敢面对，没有责任心呐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我遇过两个吧，然后他居然还骂他，他还说，对我还被警察抓走，对，然后他直接骂那个男生说，你说嘛，你有没有跟我姐在一起嘛？你讲嘛，你不敢讲嘛，对不？你不敢讲嘛。我觉得反正就吼的大街小巷这样。OK， 那你们彼此之间，比如说交了男朋友，不会互相讲一下吗？哎，这个我新的这种。
会啊。那你们不会帮他看一下吗？你们在渣男界这么有这么有这经验的，在一起之前先不是我们如果彼此可以检查出来，自己就不会遇到啦。如果说你们遇到好的男人，哇，那你们幸福美满，快乐死，真的。所以目前没有男人啊，我们本来就很想当大哥的女人，对，结果殊不知自己变成大哥都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有，你在这确定是小弟？不好意思，为什么你这样比较像大哥？我是女人，你要选，你要选，你也选他吗？哦哦，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一个选。你要选稳重一点的，你这我眼光有多差了吧？没事。喂，三位，三个，一个兄弟三姐妹，啊喂，好重义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三个谁的桃花最好？哎呦，小妹，哎呦，给供哎，对哦，给供哎，对嘛？那谁的比较看起来很好？实际上桃花运比较差一点，大姐啊，大姐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差不多，他们两个差不多，因为他们比较不会撒娇，撒娇也好，然后比较不会去跟陌生人打招呼。你看指甲就知道，你看看他的指甲，我说老天爷啊，多想引人注意的指甲。对啊，你这个指甲你嚣张，哇塞，你好适合吹纸，吹纸笔，吹纸笔，有纸笔对，专业。好会吹，请问一下练吹箫多久了？喂，那这样问好了，请问一下大姐，你喜欢哪一种类型？对，我们帮你。对啊，我喜欢有才华的，深情的。深情的才华是哪？深情什么？贷款吗？还是深情的？是不是深情？可能是会唱《深情海岸》的。那长相，这是什么歌？长相要找哪一种？长相都可以啊，其实就是要长得没有到要真的很好看，大概像这样子这么好看。这已经可以了，顺眼，这个已经是高标了。嗯，还好，我们目前都差不多长相。但是才华就要像这个，不敢，我除了玩，我没什么才华。其实玩得很厉害，也是一种才华。如果你这样讲话，我承认。要爱玩，对，要爱玩，要懂玩，我们喜欢的都要懂。懂玩，幽默，就是不懂玩的男生很没有乐趣。我会觉得他很像就是一根柱子，就是柱子很无聊，超无聊。他的单位能够一直是一柱擎天，那也是奇，那是很开心的奇迹啊！柱子，他的单位都是条啊、柱啊。OK， 对，根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喜欢这种？那你呢？你喜欢哪一种男生？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小玉，哎，哦。他这种你结婚，他想别他哭了。我今天看到他，我很开心哎，我可以抱一下吗？来，你不能摸一下他的胸肌好了。因为我他胸部跟你有没有看到？跟你一样，你们可以互相感受一下。真的是完全，因为我很喜欢健身，对。如果现在能够完成一个愿望，我会超开心。什么愿望？来啊！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，男友力好了，男友力一起伏地什么啊？挺身。男友力好像男友力，男友力，对啊，把扛起来那个。对。哇！很少看到有人上前面穿这种的。上一个是潘若迪老师，看，帮你拿。哦，有来哦来。我最近我最近十字韧带有点受伤，所以。哎呀！我的小玉，哎，赶快来个男友，帅的帅的，男友力的，转圈转圈哦，不要再转圈，实在太没好了，不能太激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人生有低调。不要断掉了，是的，很少综艺节目会招待这种，对啊，真的呀，他今天没有，所以我今天才来到男模店的。其实不瞒说，那个 Allen， 上次去哪？干冰水果盘拿出来了，好，哎，八号。招待水果盘可以吗？你们上次去哪一家？我去应征。那你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比较稳重的。稳不是稳重。现在剩他没被挑到，你讲一下。我刚刚觉得导播不错。我这一段是等他真做出选择，你在想。不是，他想选导播。走心，你喜欢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喜欢稳重型。稳重的，对，你聪明的，你喜欢很重的吧？他聪明。聪明，台哥大全国第十七名，就是我那时候五万多人考我第十七名，不是你干嘛急着解释？因为我看他听怕听不懂。聪明，聪明，还有嘞，看我什么？他刚刚说导播不错，没有啦，就是稳重，然后反应要快，因为我很喜欢
说话聊天，然后其实有一点点就是一直在动头脑，跟对方一直在动头脑。算计彼此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想跟会计师在一起。对啊，每天拍啊，就是比较聪明的男生，就有东西可以聊，冲着我来的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现在有些人聊天聊半天聊不出个屁就很麻烦。对，真的哦，带一点油。那长相呢？真的聊出一个屁也麻烦。大概像你这样子吧。哎呦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你喜欢脸大的。我比较可以捧着啊，捧着，哎，这倒是。那你们考虑李阳是洛恩啊，你知道？那你们的人称辣手三姐妹，哇，纳豆跟露露都被你们惊艳到，纳豆应该不难吧？纳豆不难，你们怎么开始表演的？谁先的？他找的，对，其实只是人家问说，哎，你不是有两个妹妹吗？要不然你们一起来唱好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你一开始就在唱，这是一种约 KTV 的概念。我们三个分别在不一样的领域唱歌，对。所以你们三个本来都在表演，对。然后后来是大姐说，好，那干脆我们三个一起。对对。但是平常还是有各自的表演。对。你在高雄哪里表演？我在全台湾跑。是表演哪一种？我都在庙会或是一些开幕结婚的活动场。主持唱歌，庙会女王，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工作。我就是做主持跟歌手，然后做活动这样子比较多，还有应付一些董事长这样子。应付一些董事长，他喝酒旁边一定要有菜董之类的。哦，对，餐会做一些餐会。对啊，就是你不要问他说你昨天晚上跟谁吃饭，当的啊，不然谁？永远都是当。那你呢？我现在还在平安报吗？还是都可以有机会。我以前就现在就唱歌跳舞。然后偶尔公司的演唱会，然后现在是全职在做 TikTok。哦，因为我以前不喜欢去 KTV， 我比较喜欢去平安吧。哦，对，因为平安吧才有 live 的感觉。而且，如果你跟琴师很熟，我跟你讲，那唱起来你知道多爽，因为他会知道你要干嘛，你知道，两个人弄来弄去。哦，琴师，来啦，国光专属琴师。我不要林老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其他工人不要给我拍手，我跟你说，没什么好拍的，就是那个唱起来才会很开心。对，确实很多老的客人啊，或不是老的，就是他跟我们联系感情比较久的，确实他一到我就会直接弹那个歌，他自己就上来了。对，那我们要不要请表演一下给我们看一下？碎啦，啊。知道这又怕，要等我发现他微信里面的话，再告诉自己我想跳到没有窗，起舞在每个窗，当所有人都当我跳舞着在放，来一起跟我放，让所有人都放，请 DJ 继续放放放到天亮，自在不勉强，擦水的面霜，就跟我一起跳进来。Let's do it。穿我的心意，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。穿我的心意，从来不敷衍，满满的惊喜。穿我的心意，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。穿我的心意，从来不敷衍，满满的惊喜。清早起来，什么天气早？梳一个油头，什么花香？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？后天的胭脂是什么花红？呀，手举起来，我，看吧，你看，呀，有吧，你吧的。
样子，应该要自己剪，自己剪，自己剪，哇，好热，他们很热，快点，哇，热热热，哇，我们都热了，哇，真的热起来。小玉，你上辈子修来可以录这一集，好恐怖哦，我不看，他刚一跳，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那个眼神都是很专业的，而且不是一开口，是真的听得出来他们唱歌唱蛮久，三个都会唱，对，有以前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三个里面可能有一个很会唱，两个就很会跳或者团体都是他们以前团体就是这样啊，他是最边边那个被关麦的，我们还是他们，我们有你们那一群是威廉啊，威廉，他们一个，他们两个不是吗？不过说真的，你们的表演算是在国光来讲是排前三名，很嗨，他们很少讲这种话。小范，他个人的声音也很，因为上一集才讲，不会，没有，因为你们表演跟人家不一样，是你们会把力量放出去。我们都还没有好好展现身材，还跟，哇，你怎么自己 Q 展现身材啊？我们要从头再来一次，因为我真的有在健身，你在健身啊，你在健身，你可以对镜头摆个 pose， 镜头对镜头秀一下，可以秀一下，哦，对，亮的那个，来一个一个来一个来呗，要一个一个来，来大姐，哇，我也是看二号机嘿，哇塞，不得了，来，还有小妹，妹妹。我们不说假，来集体攻击康哥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好。